我们队伍陆陆续续啊，已经下水哈、啊，都已经下水了。谢谢，在这边要特别感谢我们今年报名人数前五名的团队，由我们洪会长率领的团队，总共有84位选手。报名第二多的是我们芦洲区体育会游泳委员会，总共有75位选手。报名第三多的是游泳部落客，有61位选手。第五多有两队，来自我们台北市东区水上救生协会，有44位选手，以及来自我们新北市三峡区体育会游泳委员会，有44位选手。以上是我们报名前五大的队伍，感谢你们。有些队伍虽然不是前五大，还是要谢谢你们。40几人以上，不能够怎么样一些，好，行哦。